我想到一个快速杀死这些鸟的方法，就是抓着它，然后喂过来给我抓一只，抓着它，然后扯断它翅膀，就是这样子很快耶，快很多嘞，比你那用打还快耶。这个一抓一把就死了，那个你打还要打很久它才会死，哼，我聪明吧？在上一个 part 录完之后，我就想试一下，看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，就用了这招，快很多啊！你看打这些也是，能不用一直打，也是快很多。呜，这样子打杀啊！干嘛丢我下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来不完，来不完，来不完！我要跌下去了！喂，飞起来，打到你飞起来，还不行？好了，来自我介绍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元，战神十八打之魂 Part 12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小时候拉大熊，这样唱，很久没唱了，我不知道，随便啦。按 O，跳，可以爬去对面吗？我看对面的东西。喂，走好来啦你，丢你老妹，这样子就是。去，有东西耶！我看对面有东西，可以从旁边过吗？不行啊！喂，试一下，跑跳，喂，跑跳，算了啦，不要跳过去了，管他这样多。跳不过不是跳不过嘞，很厉害咪！你们知道吗？有一种东西叫做强迫症。我不拿到旁边那两个箱子，我就不会走的。跟你们讲，我一定会拿到的。哟哦，哎，跳不到，再来。哟嘿嘿，那看到没有们？我是高手来的，以为我拿不到啊！哇，好料哦，不拿就惨了，呵。哼，小看我，我打过很多场战呢，玩过很多 game 呢，以为我不会呀、啊？嘿，以为我不会呗？我会呀、啊，比你更厉害呀、啊！什么？又是这些鸟，十岁啦！这个就另外讲了，没有看过这只。干嘛？我都还没准备好，这样快冲过来干嘛？手下留情啊！我没有时间攻击啊，这样子，哎呦，怎样打？给我时间攻击，给我时间攻击啦！哎呦，打那个什么哎，冰块呀、啊！他的 baby， 走！我最讨厌 baby 了，最讨厌这些怪兽 baby， 讨人厌的。按 O， 呀！哎呦，哎呦呦，亲子战啊，这个亲子战是不是哈？当妈妈带着孩子来打我，亲子战呢、啊？不公平啊！这样多只打一个，走走，希望这关是一打就赢了。我不想再一直重玩了，一直死，哎呀！感觉不大可能的，
我这么差，哎呦，哎呦，我的命啊，我的命不多了。走先，走先，走先，走先。呜呜呜呜！啊，我的命啊，要没了，我的命。哦，按欧，按欧，哟，困死啊你！好像要打三次了。哦，幸好，幸好，幸好，呵呵你看我的命，哈哈哈哈。每次是这样的，撞财呀、啊，撞财，给我落财，哦，打不爆，要用火，火焰刀，耶、yeah ，要跳下去，咦，什么呀、啊？箱子，推着过去咯，推着过去也会中箭的，有没搞错？要走快一点的这样子，我没有命哦，可能杀一下就会死。呜、哦，先过去先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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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全部都要死！我要没有命啊！不要开玩笑啊，你们！我要搏命了，搏命了！不要玩我！哦，很好，开箱子。呼，很好。那个大箱头是怎么用啊？拿来干嘛、啊？这个？要推过去吗？不知道诶，应该是要推过去的。他给我推，就应该是要推过去。这里要跳上去吧？不知道诶。我看一下啊，这里有绳子，这里可以走吗？不能啊，就爬上去看一下先。哦，上到，跳上去吗？哎，吓死人了！上，抓着，喂，抓绳子啊！你手残呐、啊！妈妈没有教过你吗？有东西就要抓，好像没有教过这个。妈妈会教这些吗？有东西就要抓，对呀、啊，哦，对呀、啊，呜、哦，跳上去，现在去哪里？咦、欸，看有地方走没有？有就走咯，很简单罢了咩？有多辛苦？嘿、欸，看上面有没有东西先，应该是要走下面的。看上面有什么？没有，没有东西，走下面咯。又是粘墙壁，嗯，下不来呀、啊？下来啊？为什么下不来？哦，好像那种那个什么仓库这样的 feel， 这样子走，这边走不过吗？走不过哎，算了啦，开门呢？这个门要怎样开？打爆哈？不对呀、啊，从哪里过？这里可以进啊？不行啊，我看一下。没有路可以走啊？难道要从窗口爬进去？看一下，可能是不对啊！啊，等等，我要想一下，真的是要打爆窗口才可以进耶！我刚刚打爆这个嘞，我看一下上面能不能打爆哦。要用那个什么火焰跟那个。打攻击才可以打到过去呀、啊，试试看这个打不行啊，这个很像不行啊。喂，打，哎，白痴，叫他打他不会打。来，哦，这个也可以，先去下面先了，我看过去。不是这边，出回来，出回来。嘿呀，妈妈跟你说话你不会听哦。嘿，走快点，走下来，走进去，
这里有什么 ？Seven 哎，好像是，看一下。哦，可以过这里。然后按 O， 需要你妈妈，就是讲要走上去的意思啊。鸡蛋糕。这个是小失误，小失误，我不知道会死，这样子跳下来。现在在哪里？啊，又要重新打过，有没有搞错？有没有搞错？你们看看他，你看他，哼，走路不走好来呀、啊，那边跳来跳去，像只猴子一样。嗯。这个门就开不到咯，应该是从上面进，就试试看，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从这里进，没有别一条路可以走啦，试试看呢，好过没事，来爬进去看一下，里面什么？进啊，咦，好难控制的游戏、啊，哦，这个什么玩意可以打得爆、啊，雪怪好像。又是这个人，又是这个人，又是这个，这个要用那个火焰才可以打赢哈，这个很麻烦呢。走，哎呀，打走，好麻烦呢、啊，哎呦，是闪电啊，给你死、啊，跟我玩，闪，哼。有没有打过你啊，我打过你的兄弟一次了啦，还偷了他的齿轮呢、啊。哇，一脚给我变西饼了。恰恰呀哼，打给你死，快点死啊你，哎呦真的是。哎，早知道玩简单了。玩那个，早知道玩最简单的，玩那个普通的有一点难呢。他还有一个模式是斯巴达、啊，怎样打这样子？降难了，普通的已经降难了，斯巴达不是更难？是啦，我知道啦。所以讲，我进来打爆他那个血是对的咯，应该是。所以就要去下面，我觉得应该是拿那个齿轮去开有那个下面的那个什么。他还要我拿齿轮才可以开到那个门，就可以开到这边左边的那个门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，去看看一下，试试看，按 O， 转，对呀、啊，没错，然后现在要爬回出去，你看又来，很搞笑的哈。走不走好好来呀，真的是。爬进去。我这次好像是最快打死那个铁的，可能玩习惯了，历经沙场，知道怎样打，可能是这样子。哦，有保存。按 L1 进去，吓死人了，原来是水耶，我还以为洞来的、啊、走太快了，没有看到命那些还有就不用加钱，先保存，先保存在这边好了，去看看那塔水是什么，可以游下去，可以啊，前面有东西吗？哦，幸好啊，幸好我游来前面呢。哟，清，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我知道啦，我在出这力了。按 O， 按 O，
转转转转，哦，转是跟他拉前去，哇，不错一下，这样子玩，蛮不错的。按 R 是什么？哦，往旁边游，哇，蛮不错的这游戏，这样子的构思都有。快点啊，为什么转那么慢呢？难道要我撞破它？不行啊，撞不破啊。哦，这里有个洞，等，进，游下一点，游下一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哦，游过来了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黑漆漆一片，怎么都看不到。哦，有个箱子，游下一点，个箱子。开，这个墙壁应该是要撞破的吧？游上来，撞破哈，看能不能，不能撞破，这样要去哪里？浮上来吗？做浮尸？哦，真的是浮上来，我是浮尸，这里的东西没有，走那边看一下。喳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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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该不会是刚刚那个雪怪的孩子啊？很像，真的是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抓一只来打。哦，可以抓来打就方便咯，这样子呵呵，乱丢就是了。你看，乱丢乱插，这样子就赢了，几块呀、啊？好过你啊，一刀一刀去打，还会给他们攻击啊！你这样打还没有这样容易被攻击、啊，这样子打还快很多。哦，那个鸟又来了，抓那只鸟来霸它的翅膀。你看这样子快几多啊？快很多啊，还可以拿，还丢人呢、啊。呼呀，你看我那个攻略、啊，包你啊，打怪都快一点了、啊。我在自夸什么？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我改一下那个谚语，一元打 game， 自打自夸。什么东西？我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了。哦，还有。好啦，没有啦。箱子就不用了，我还有大把命，用来丢快很多，又不会扣你的命啊，没有让人扣命哎。上面有东西，可以爬上去吗？怎样爬上去？这里跳上去吗？这里应该可以爬吧？不能啊！可是我看到上面有东西啊，这为什么这里不能爬？为什么？上面有一个补命的，可能这边要走上去吧？可能啊。哦，好长的一条路啊！后面有什么东西？加命跟那个，这个就暂时不用吧，我都没有用到。这里耶，这里有什么东西？好多路可以走啊，我都不懂哪一条是对的。先暂时保存先。等一下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还可以回来救一下，救自己。开箱子。好吧，这条路应该是错的咯，那条应该是对的，所以就这边是来拿东西的。走吧。他准备那么多雪箱给我干嘛？难道这边等一下吃点喽？大战一场，可能呢，有可能啊。走，很像没有音乐，还是我开的太小声，听不到。我玩游戏本身是没有戴耳机啊，那戴耳机就录不到那个游戏的音乐，所以我就没有戴耳机。等一下，这里要调一下，每次有那个故事的时候就要调一下那个画面了，我开大声，我听不到讲的。The daughter of Thanatos.
God of death. 这个是那上一个 part 的那个杀死那个斯巴达兵士的那个人，那个臭女人。哎，这里要打码了，要打码了，不行啊，这样子看。是啊，你不能阻止我找我的弟弟啊，那臭女人，臭妖怪。哦，去了我的断路，后路不是断路，一直讲错话，要跟他打了，来了，遮遮一下啦，你的妮妮，这样子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要调一下那个东西，太慢了，可以抓他吗？好像抓不到，不行啊，这样子一直给他打啊，出一下招啦，挡，你打不到我的啦，我挡的时候，哎呦，一直用你的爪来抓我，那臭女人。只会拉头发，不是让拉头发，就是塞人巴掌。女人的打架，我好像也是女人，可是我不喜欢这样子，很卑鄙啊。头发是命根啊，很痛啊，那种抓，不管是男是女都是一样的。按哦，还有个翅膀，还有个翅膀就断了。打压死，跑下鸟。飞掉了，它飞掉了，这样快？啊？差一点，还要转呢、啊？有没有搞错？还要转？这个 game 要麻烦呢、啊。哎呦，真的是打哟！又飞了。现在做什么？又要等它回来啊？哎，又来，哎呦，这样惊险啊，这个 game 这样惊险啊，跌下去了，再试一次，一定按到什么东西啊，我有按啊，为什么跳不过？对啊，按啊，像现在这样啊，有按啊，为什么跳不过？差一点没有按到，下去，哎，哇，这个游戏太恐怖了，飞那么快啊，怎样玩呢、现在干嘛？要去追那个鸟啊，飞，迅速下降，你看什么字啊？老师没有叫你读书吗？迅速跟急速都不一分了。按 O， 按到，打他，给他死，又来，按 O， 来打他，给他死，快点，好了。那讨厌的小鸟，跌下去了，最好是死啊，他不死我给他死，在前面，按哦，终结他，他的那个按钮出现太快了，很难按了，按啊，哎呦，儿童不宜啊，我要打码，这边我要打码，洗了，终于，拿到一样东西，他的 power 来的，这个是他的 power， 又来。我现在可以用他的 power 了，很好啊，用啊，尽量用啊，
反正那个蓝色的发光啊，发光代表可以一直用一直用的意思，他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嗯，然后我的那个画面怎么变得黑黑的？用那个跑步的时候，不应该不是我那个画面问题啊，应该是那个跑步的关系，用那个跑步会弄到很像那个荧幕黑黑的，可能是。嗯，感觉还蛮好用的，还会自动追人，不用我去特地去攻击，真的很好哎。好啦，嗯哼，没有储存点啊，打那么辛苦哦，有啦，开箱子先啦，清，什么？哦，脚，这个呢，眼睛。还差一个，那么就到这边先了，我们下一个 part 再见了，我是一元，拜拜。